最近就是有少女情怀，所以她跟妈妈一样，就有一点点假孕的症状，所以对于食物的品相或者是吃的时间点都会比较挑剔，所以很抱歉没有办法看到以往这个更小的时候这种直接扑倒大吃大喝的画面。今天是比较熟女版的哈，元仔昨天测量的体重已经达到109.6公斤，参考价值是爸爸的127.6公斤。妈妈的113.8公斤，好，所以呢，她是成长良好，应该蛮快就可以追上爸爸妈妈的这个身价跟体重。我今天自己来参加活动，祝元仔生日快乐，变很强壮，然后健健康康。一样可以来听花式的吗？哦，第三次，这只有这次道具比较齐全一点，比较丰富一点这样子。祝元仔生日快乐，然后祝福大家很高兴可以当姐姐这样子。对，元仔粉丝。就调班，跟工人调班。其实我昨天就来了，因为昨天他那个他的缓生日这样子。妹妹其实从28号出生，当然小小受伤，目前伤口复原的状况应该是非常的好。什么时候还给妈妈，我们还在谨慎的评估。但是以她觅食的量体来讲，我发现说从一整天吃55公克
到76.2公克，到昨天已经进食到108公克。那他的体重呢？今天早上测量已经来到314公克，所以大家记得吗？他刚出生的时候是186公克，几乎要快要加倍了。哦，所以这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